当奥特三兄弟穿越海岛吃鸡。看你们穷的啥都没有，走，给你们看看我的宝贝。奥特曼，去看看。这破玩意儿也算宝贝啊，给我来，让你们看看我的。就这啊，这不比一楼那点破玩意儿也没好多少吗？来，让你们看看我的。哼，看到没？这才叫宝贝。哎，小怪兽，你的呢？啊，我的？你等一会儿。喏，我的。世俗总要男人无惧无畏。等一下，兄弟，别打我们，这些都给你。这么多都给我，对对对对，都给你。傻子啊，杀了你们这些人也都是我的呀。做人做事总是从容面对。搞笑，我是认真的，我是大师兄，点个关注吧。